最近有个词儿老挂在网上，叫翻位，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？巧了，我还真感受过了。投资方和主演都跟我说，男一号主演，因为这个剧本原来叫《岳父大人》，我演岳父，后来我一领通告单，第三个，哎，不是男一号吗？我怎么在后位？我问清楚是什么原因，原来就是在我进剧组之前，人家的这个要来演的其中某位演员，要求必须签男一号才来。我觉得我今天在哪里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们说的。我硬要走上去，你们就会把我赶下来。脸是自己丢的，对，尊重是自己先尊重自己，人家尊重我。我也是从出道没想过这个，我是男一号我都不知道，就被别的男二号挂男一号了，我都不知道。演完之后才发现，我戏比你多这么多，没在乎这个啊。